跟你有冇 proof？ 有冇 yes yes 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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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nd I prove it, then I prove it to you. 系。Then I'll say like 咁啊 ，then you say okay， 我知啦，你而家系一个 good employer 咯，咁我就同你倾偈啦，咁样样。系。影相嘅，我都唔知嘅，我唔知几时影嘅。第三张你睇我个样，撞完车之后嗰几日，我都仲带佢去个酒店度食早餐嘅，我记得嗰日。咁我就即係見嗰個日子啦，有2019年10月、2019年11月，有3月。嗱呢啲冇得呃啦，真係我冇遇過今日竟然係要 show 呢一樣嘢出嚟嘅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對 employer 幾好，不過之前係有都有 employer 對我，即係有嗰啲 domestic helper 咧，啲工人姐姐咧對我係唔好嘅。所以我今日咧都會講少少，即係點解啲老闆啊啲 mam 啦嚇咁勞氣嘅咁樣。咁好啦，Contray， 我問下你啦，你講一個 point， 你覺得我哋啲employer 最唔好係啲咩嘢先？最唔好啊？如果讲得人嘴唔好好多喎，讲真系啊，系 啊，因为咧，例如俾个，因为抵御呢个时候带唔报带斜报呢个 COVID 咧，讲真的我听到都严重啦吓，因为我真系听到，不过都已经爆炸啦，系咪？咁你话又系唔俾佢放假，又唔俾佢休息。咁又系你仲带翻嗰班人翻屋企食饭，你话咁样咧？叫你唔好去玩，带佢自己。系啦，多数都系咁样。即系你系觉得唔 fair？ 梗系啦，唔 fair 啦。咁校长，你解释俾我听，你头先嗰样呢个相，你对呢、这个工人，我点知系真定系假噶？系咪先？因为你梗系 boss 最好嗰啲啦，冇理由你唔好嗰啲你 boss 啦，系咪啊？我讲得啱唔啱先？所以咯，睇翻个 video 咧，我个 helper 而我个 Instagram 咧系 public 嘅，系人都睇得嘅，所以你睇下佢有冇讲我衰嘢，我就系见到好嘢啫。所以咯。但系咁样样喎，嗰啲 employer 咧，就觉得。因为工人姐姐咧，佢同出街玩咧，佢就好开心噶啦嘛，咁佢就记得咗啦，喷啲口水啊，喷啦，咁你咪传染咗咯。系佢啲朋友，佢觉得啲口水系干净噶嘛，系咁噶啦，所以咁样先啱唔啱啊？你话？讲好似佢的嗰个朋友咧口水啊 OK 啦，咁我的嗰个朋友咧口水又带问题，咁你又系出街翻屋企又系你又带菌翻嚟喎吓，你不如冇出街啦。咁如果我哋答你，不如冇卖餸噶啦吓，你系边个啊？咁够胆讲，你唔使识嘢啊？又好好笑嘅，我都唔系太明白。如果佢哋好惊咧，咁照计应该自己去卖餸嘅。所以咯，就唔系叫个工人去买餸，因为如果你叫个工人去买餸咧，其实佢都会感染，佢出去见朋友同去买嘢都系一样，系一样噶嘛，系咯。但系咁喎，如果佢哋担心你病，嗱你病佢就担心啲，佢唔担心自己病，佢关心你多啲，咁你觉得系唔系咧？关心同埋担心系有咩？就系争少少。你话关心人哋咧，系唔系咁？你系紧张咧，自己一阵间呢个工人传染咗，你又话系你冇理我哋噶喎吓？你哋系水印啊吓？你哋系大死啊吓？你令到我哋咁样噶？你话校长，我哋点样啊？系咪咧？呢个我都觉得好麻烦，因为你哋唔俾你哋，如果唔俾你哋即系你喺屋企休息，系。有几多人啊？咁样香港地方晒到咁样，边度有一间房俾你好好啊？拣下你睇下几多人啦吓。咁你话喺
如果你只是两个人住，同埋同老人家，你可以咁讲噶。你如果成家人有小朋友，有咩入边度有间房啊？咁好，有我又唔同噶、哦，我又入间房，我又可以你买，算系我老细喺屋企，我都可以你买。咁啊，出边嗰啲咧，边度又知啊？冇人知啦，系咪啊，口长？你话？系系，我细个时候咧都系helper 嘅屋企人，即系好细个已经有，即系其实咧已经有香港有两三个代人 generation 咧，系啦。